開心建成，你有你講，歡迎大家收睇蓮花衛視現場直播互動節目《澳門開講》，我是今日的嘉賓主持林宇滔。咁咧，今日咧就會同大家探討有關啊工會法嘅問題噶。咁日前咧，工會法咧就再次喺立法會提案啦。咁啊，四次咧前後四次咧就遇到滑鐵盧未能通過噶。咁今日咧就會同大家探討呢一個問題噶。咁歡迎觀眾朋友咧繼續打28789192、28789192或者通過熒光幕上邊嘅網址，或者我哋澳門開講嘅 Facebook 專頁同我哋互動。交流發表你的意見噶，咁好高興啦！我哋今日請到三位嘅現場嘉賓啦，就同我哋一齊討論噶。咁包括咧就係我身旁嘅關偉林先生，關先生你好。你好，大家好。咁亦都咧請到咧我哋環保電動摩托車商會理事長李仲森先生啊，李先生你好。大家好。咁亦都咧請到我哋嘅前職工聯盟理事長何興國先生，何先生你好。咁三位嘉賓咧就會一齊同我哋討論有關工會法嘅問題噶。咁大家可以繼續打電話上嚟同我哋討論。喺呢度我哋先睇睇今日嘅重點新聞。政府中央招聘52个资讯范畴的高级技术员职位，今日截止报名，不少市民选择在最后一日递表。有市民认为今次开考的资讯科技职位，相信有较多专业人士报名，成功入职机会较低，但仍会尝试。亦有收到其他科目的市民递表，希望搏一个机会。公职局公务人员规划及招聘厅厅长曾庆斌表示，今次开考高级技术员要求较高，限于资讯范畴，并没有出现人龙。直到上星期四，已经有1512人报名。3月29日开始，氹仔柯维纳马路第二阶段试验围封之后，交通实施临时改道的安排，今日迎接第一个工作日。由于路线改为双向单线行车，分流了巴士路线，有不少学生都选择提早出门。交通督导员亦提早上班，为解答巴士问题。当局话，如果试围封效果理想，将会在今个星期陆续架设正式围板，提醒市民提早出门，并要提早规划出行路线。关闸口岸有望首先在假期时延长通关时间。澳门航空董事长郑岩表示，关闸口岸通关延长时间对航空业务有正面的帮助。现时澳航的客源占了70%是内地旅客，延长通关时间会更方便粤西旅客来澳门。另一方面，澳航今日起开通往返晋江的航线，初期每星期会有3个航班往返，而且今年亦会开通郑州的航线，之后亦会进一步考虑拓展内地和东北亚的新航点。咁翻到嚟澳門開講嘅現場㗎，咁今日咧就會同大家探討有關啊工會法啦，早前喺立法會咧第四次咧遇到滑鐵盧未能通過嘅問題㗎，咁歡迎觀眾朋友繼續打28789192、28789192或者通過我哋熒光幕上邊嘅網址，或者我哋澳門開講嘅 Facebook 專頁同我哋互動交流，發表你嘅意見㗎。咁喺度提提大家啦，咁我哋澳門開講咧已經可以咧喺網上重温，大家咧亦都可以咧喺網上我哋嘅網站啦，同我哋咧去爆料發表你嘅意見同埋重温我哋過往節目噶，咁喺呢度咧，我哋先睇睇咧有關咧，我哋即係準備咗嘅一條啦，關於工會法嘅新聞片段，咁先俾大家睇睇個情況先。喺上個星期四嘅立法會上，有直選議員再次提出工會團體基本權利法法案，俗稱工會法，希望喺今屆立法會能夠對呢個法案進行立法工作。不過最後以8票贊成、4票棄權、12票反對，通過唔到。有代表商界的议员更直言，现在澳门的工人团体代表已经有足够的影响力，不需要再立法进行保护。但有议员说，工会法在内地、香港和台湾都已经早已立法，认为澳门有必要借鉴。但如果有了工会法，他就不用那么麻烦，因为他身为一个社团的会员，会里面可以按法律代表他出庭作证，或者去政府部门嗰度申诉或者上诉或者反映有关事情嘅。另外，亦都支持通过工会法嘅议员关翠恒指出，工会法除咗对工会嘅组成、性质等有清晰嘅规范之外，亦都保障咗工会嘅权利，尤其系面对行政同埋司法诉讼时候，工会有权合法地代表工人。呢类法律亦都保障咗工会代表唔会受到歧视或者损害。今次是继2005年以来立法会第4度否决类似的法案。
咁翻到嚟澳門開港嘅現場，咁頭先睇咗有關嗰個新聞片啦，咁其實咧網上都有啲意見嘅，不過咧主要咧我哋都可以睇睇嘅，就關於集中喺咧一啲即係點樣嘅工人加薪啊，同埋公務員嘅一啲加薪問題上邊噶。有意見就話咧，其實嗰、那個佢哋關於公務員個加薪咧，其實唔使一個月咧，法律都通過曬啦。其實即係公務員咧五年咧就加咗三成，佢話外判保安清潔最低工資只係加咗一成，清潔嗰個工人只係。大概是4000多元，都不知道怎麼生活，所以其實即外判的清潔啊，這些工種是很慘的，尤其呢如果說到一些非政府的工種，它外判了啊，還有很多外勞的輸入，其實這些工種的 人士是很慘的。另外有網民就說，其實每年都說派錢要或者公帑要使在一些更加有意義的地方，他又說公務員加一年人工大概就已經用了6億了，其實點樣呢？六億係咪可以用喺啲更有意義嘅地方啦？咁另外佢就話咧，公務員嗰個失控擴編咧，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另外咧，佢第三就覺得咧，其實當年咧香港董建華就話要減公務員嘅人數，但係最後就製造咗咧大量嘅合約員工。即係呢一個問題咧，都係值得我哋咧要去注意噶。澳門嘅公務員嘅發展會唔會成為日本咧另一個好似日本嘅一個官僚體系系統咧？呢、這個咧佢覺得咧係我哋大家都要注意嘅。咁網民嘅意見咧，其實可能都唔係直接去討論一個有關嘅工會法嘅問題啦。咁可能佢都係即係講到一啲薪金啊或者各方面。其實都想問下關生，其實關生你點睇翻工會法嗰、那個係咪應該立法咧？還是而家係咪一個適當嘅時候咧？你點睇咧？當然啦，即係現階段咧，我覺得係未係太適合咯，因為未有一個廣泛諮詢啊，又未得到勞資工三方面去大家去商討咧，即係咁倉促立法咧，未必一個好嘅法律，所以我覺得係應該要係廣泛諮詢，同埋即係一個法律係完善咧，就對一個地方嘅和諧發展係一個好重要嘅，咁我覺得要詳細去考慮呢個問題咯。咁其實頭先睇落就2005年之後咧，四次嘅提案其實都係由即係議員本身去提出嘅。咁其實係咪即係頭先阿關生講，其實應該由政府去主導，包括頭先先去進行一個比較廣泛嘅諮詢，跟住一步步再去提交一個法案，又再詳細審議咧？冇錯，因為其實澳門已經有個社會常設委員會啦，咁同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係啦，咁另外仲有即係其實勞工局啊，其實人資辦啊，同埋即係商會方面啊，其實應該係。呢方面大家要多方探討先，其實而家個法律制度係滯後喺邊度？法律夠唔夠保障勞資雙方？咁呢個我覺得係呢個要多啲探討先咯。明白。那李生點睇咧？其實你睇嗰四次嘅所謂否決咗呢個工會法咧，咁其實係咪呢四次嘅否決問題出咗喺邊咧？如果係當初我哋澳門嘅經濟環境比較差嘅時候咧？其實係工人係求緊去揾嘢做嘅時間，同現時嘅係相差太遠，因為澳門嘅發展太迅速。咁你係咪要去到仲要係出去上街遊行啊示威，先係爭取到佢個人嘅權利呢？我哋喺近期嚟講係睇唔到有呢樣嘢，但係呢個工會法係必須要有建立起嚟嘅。但係佢建立咧就係唔係咁粗疏嘅。其實呢個工會法第一腳全世界第一個出嚟嘅係1871年嘅時候，喺英國第一個就係有工會法嘅產生。然之後咧，歷來咧，歐洲一路落到嚟現時嚟計嚇，都好多工會，有好多工會。你見到好多嘅工潮咧，都係影響到成個歐洲嘅發展嘅。但係工會法會被濫用同埋會被利用係兩樣嘢啦。你善用佢係一個對工會、對工人、對大家都係好嘅。但係去到一啲歐洲嘅系統咧，佢係濫用嘅時候咧。就造成好大嘅困擾，佢嘅發展亦都好大嘅困擾嘅。咁而家我哋睇四次嘅否決係咪唔可行？唔係，其實係需要時間。我有關生話，我哋係唔好咁粗疏去做一樣嘢，係相同地同各個唔同嘅領域去多啲探討點樣。去執行呢一個工會法，但李生係咪都認同其實應該政府由主導呢件事？因為政府一路都冇提案，所以就即係可能係勞工界或者各方面基層，佢哋一路都有嘅議員就一路都有提案。其實係咪應該政府主導咗相關嘅諮詢各方面，其實定咗大家都接受嘅方案就去行咧？嗱，我哋睇一睇過去嗰四年嘅立法會嘅議程咧，裡面都係排到密麻麻嘅，有好多都係好粗疏咁已經係過咗啦。咁其實你話政府係咪應該去建立一個工會法，要佢提出咧？大家都知道是的，問題他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和有沒有時間去做了，你提出了之後排不排得上的議程呢？好像今次為什麼有些議員提了出來，大家都知道今屆立法會基本是不可能過的。
係過唔到呢個議程嘅。咁呢個議程要唔要做咧？時間啦，所以睇時間係好緊要嘅。大家點樣去拿捏到呢一個適當嘅時間先去發展呢一個工會法係最緊要嘅。不過頭先阿李生你講到都係議員都有提到嘅，就話其實而家喺個即係環境比較好嘅時候，其實可能係一個比較好嘅諮詢同埋討論空間。係呢個方向都係應該認同嘅。認同，絕對認同嘅。明白，應該係要去發展嘅。OK， 何生點睇工會法嘅問題咧？我覺得咧就政府應該大力去指導去做呢樣嘢。咁因為議員提出嚟，咁我哋連諗都唔諗就否決咗，覺得亦太過唔符合道理。咁至於你話而家經濟好唔去諗，唔通經濟唔好，工人頻頻上街嗰陣時，你先去倉促去傾嗰個工會法咩？好多事情我哋喺萌芽之中，或者係未雨綢繆。咁我覺得咧，政府應該去大力去指導，去籌備嗰個工會法嘅諮詢。啊！你而家議員提出嚟，你完全否決咗，政府完全冇出聲，咁講唔上話去諮詢啦，講唔上去協調啦，根本上係冇呢回事。即係大家都冇細心去討論個法案。根本就冇心，唔係話細心，係冇心，完全冇心。所以其實關鍵就係應該要有一個平台溝通出嚟，係咪？咁你政府都唔出聲，冇平台，咁啊個個提出嚟否決咗，咁你話要嚇我好認同就話要經過詳細啲嘅分析，詳細啲嘅諮詢，但係你冇平台，你點去諮詢咧？去邊度諮詢咧？所以政府應該要負起呢個責任啊！一定要。明白，咁其實即係都想探討一下啦。其實即係大家都勞資雙方嘅今次嘅雖然唔係好長嘅辯論入邊咧，勞方就話咧，其實工會法就唔係一個猛獸啦，非洪水猛獸。咁資方有時話聽到心都寒啦，咁啊可能佢就擔心其實會唔會工會法就定咗啲特權啊各方面。其實即係點樣睇工會法其實對勞資雙方其實會有啲咩嘅影響咧？或者關生？即係嗱，我覺得咧影響嗰個可以可大可小咯。嗱，譬如你近今見到香港碼頭嘅事件啦，即係動不動嘅要去到高等法院禁制令，咁其實會形成咗一個好大家傷感情同對立嘅局面，同埋有啲或者幕後背後啲政治團體咧，即係港族都有抽水啦，咁就即係令到大家都落唔到台。但係呢度又想請教一下，即係據我了解，香港就佢話都係冇工會法嘅，香港到而家都係冇工會法。其實即係罷工，其實基本法就規定咗澳門就有組織工會啦、參與工會同埋罷工嘅自由。即係其實呢一啲咁嘅情況啦，當唔係話一定有冇工會法先會發生。冇錯。咁但係問題就係可能而家大家覺得呢個工會法勞方就可能都話，其實可能對工會嘅要求都有限制，包括成員參加代表。其實你覺得會唔會規範到一啲？其實如果定得適當啦，當然嘅前提係。咁其實係咪可以規範到一啲工會同埋資方嘅相關嘅應有責任同埋義務咧？是可以的，所以就要廣泛討論啦。依、這個就要即係大家要立場啊，同埋大家點樣去保障方雙方出嚟談判嘅條件啊，即係唔好令到有個秋後算帳咯。咁但係濫用咗咧，就變咗好容易就形成咗一個唔和諧嘅社會啦。咁我哋睇下要點樣去令到佢可以雙方面有個基準咧。咁所以就係要一定要廣泛去諮詢討論。李生都想請教，頭先阿關生都提出一個問題，就話其實而家可能真係有啲我哋見到香港啊，或者佢哋一啲工潮，其實都可能其實都已經抗日持久，都拖咗幾日㗎啦。咁其實有冇辦法？如果工會法做咗之後，如果個即係當然嘅前提係合適㗎啦，即係各方面條文各方面保障得到，會唔會可以將呢個矛盾喺提前去有啲疏導或者協商？咁樣會唔會係一個方向咧，李生？嗱，即係大家都係講嚟講去都係喺呢個立法同埋呢個工會法裏面係做緊一個工作。咁首先我講翻澳門政府先啦嚇，可能我講嘅方式又唔同啦。澳門政府首先如果佢真係好似阿何生咁講，你政府做主導要立一個法案嘅，但係佢多數政府會點做咧？大多數就揾啲外地嘅學者嚟，就然之後做一輪調查之後咧，就發即係佢講一啲係好有理論性嘅原則，然之後咧就按照佢嘅意願去立法。呢啲人我哋澳門已經係常慣見嘅啦，已經即係呢啲可能我係講得比較有少少叫陰謀論啦嚇。係唔係真係你話政府諮詢嘅架構一定係佢開你哋一定啱咧？未必嘅，真係要多方討論。好似頭先你講香港呢個咁嘅現象，咁我哋點睇咧？其實係咪淨係得係一個叫做工會法可以去解決到問題咧？其實如果係世界性嘅，係有勞工法啦，有工會法啦，有外勞法。其實呢三法一齊去訂立啲條款嘅，
然之後去做一個社會的和諧，同埋點樣對勞資雙方做一個平衡點。我唔發覺係一單一法例咧，可以將啲事情解決嘅。呢個係好唔理想同埋即係唔現實嘅做法。你唔可能就咁，我立一條法就所有問題解決，唔可能嘅。即係李生可能覺得都係需要多方平衡。多方平衡。其實何生點睇呢個問題呢？我覺得香港嗰個事件咧，其實香港係冇工會法，但係佢有相關嘅法例，類似那個工會法。咁我又想問，如果係冇工會法嘅地方，是否就係冇嗰啲摩擦咧？即係咯，即係摩擦都一樣存在。咁我覺得摩擦一樣存在。咁所以就話我哋首先第一個，澳門係一個而家係一個發展得比較迅速嘅一個，即係經濟環境比較好啦，比較好啲。咁所以就話我哋周圍嘅個比較發展得好嘅地方咧，都有工會法。咁我相信咧，佢哋發展好嘅地方，點解要立入工會法咧？就話要未雨綢繆，預防一啲唔愉快、唔和諧，令到社會唔和諧嘅事件發生。所以咧就講翻轉頭，咁我睇翻呢幾年咧，喺政府方面咧，還有部分啲商人咧，我覺得係完全係唔想立工會法，真係覺得係工會法係洪水猛獸。咁我強調一句講。我哋可以坐落嚟，唔啱叫做傾到啱，傾咗先，以後邊度唔啱再修改。我哋有立法會啊嘛，我哋咁多立法會員經常開會，我哋可以傾啊嘛。即係其實可能個方向係應該要做嘅，只不過就係大家具體細節點樣平衡大家嘅權利同埋義務，其實入邊應該可以大家去傾出來。我覺得一定要政府指導先啦，就唔係而家就話傾一政府就一啲都唔出聲。明白。咁或者咧，我哋呢度咧有阿張生觀眾朋友電話，張生你好。咁多位主持大家好。係張生，請講。首先咧，譬如話工會法啊，即係立咗法通過啦。咁樣我請問，即係個定義喺邊度咧？即係係咪有某種權威嘅功能？係嘛？咁樣咧。你即係工會法咧，現在你澳門社會啊，即係冇嗰個，即係勞資糾紛逐步少咗啦。再講現在咧，特首咧佢話勞資爭拗咧要喺三常設會嗰度傾即係等於話有個功能啊嘛，解決。社會矛盾的功能啊嘛，係嘛？但係其實即係冇大嘅勞資糾紛啊，張生，咁可能都有即係零星啦，都有唔少嘅喎，包括一啲個案各方面。其實你覺得即係你自己睇落去工會法能唔能夠即係比較好咁樣協調解決啲問題咧？我覺得咧，有工會法同埋冇工會法咧，係唔即係你覺得唔差得幾多係咪個意思？係啦，即係等於。有工會法就係咁樣，冇工會法就係咁樣。我俾個例啊。係。目前咧，依家呢兩三年嚟爭拗嗰個保安同埋清潔工啊，同埋管理員個問題啊，傾咗喺三常設會嗰度傾咧，就冇傾到咩，傾唔到咩出嚟嘅。係嘛？係咪冇進展啊？你講緊嗰個係嗱，而家即係政府外判清潔就保安應該就講緊有一個行政法規就係個最低，係嗰個就唔係法律嚟嘅，嗰個係政府冇去跟進，即係不斷調薪係咪啊？張生，嗰個就唔係法律啦，係啊，冇錯啊。但係呢個唔係法律咧，佢有個功能嗰度啊嘛，解決社會個爭拗。功能嗰度啊嘛，係咪啊？嗱，唔緊要，張生，但我想請教一下，你覺得即係譬如有一啲問題啦，包括即係一啲最低嘅工資啦，行業嘅最低工資冇調升咧，其實你覺得有咩機制？你話可能立工會法未必有太大嘅直接作用，你覺得有咩機制覺得改先？我個機制咧就係話，因為咧喺呢個三常協會呢個資方官方代表即係個語氣啊，語氣講出嚟個嘢啊，都係為我獨大啊。即係包括官方資方
會唔會啊？張生，你講嗰個係社會常設協調委員會啊？應該就唔係話第三啊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係啦，佢有呢個功能啊嘛。嗯，即係你覺得喺社協入邊應該就要發揮更多嘅協調功能。係啦，冇錯啦。你感覺就係官方或者即係商界可能佢哋嘅口氣大啲，冇體恤到勞工階層嘅權益，即係大家平心靜氣嚟傾問題啊嘛。明白明白。冇嘛，冇咁樣你啊，你咁樣個即係。咁樣點解會解決到社會問題呢？係嘛？所以應該就係可能阿張生覺得充分利用現有平台，有工會法同埋冇工會法咪一樣個樣。嗯，明白明白，啱唔啱？多謝曬張生嘅意見先。嗱，歡迎翻到嚟澳門開港嘅現場㗎。咁我哋今日咧就會同大家探討有關工會法嘅問題㗎。咁頭先啊，觀眾朋友都即係同我哋溝通咗啦，就話其實佢都覺得工會法可能更重要咧，就要善用咗而家嘅機制或者平台，即係討論到一啲問題。咁佢覺得，因為而家可能佢自己感覺就話有冇工會法，佢自己感覺就分別不大。其實即係三位嘉賓點睇咧？部分認同啦。咁其實是而家現有嘅平台咧，其實係。真係講勞資官三方面咧，其實可以有一個更好嘅溝通機制嘅，同埋我哋已經係有個勞動關係法，同埋基本法27條已經係有保障呢個勞工團體嘅自由嘅自由選自由參與嘅參與嘅嚇。咁其實依方面咧，其實可以好好咁利用佢咧，再將佢引伸落去。要需要嘅再立法，咁我係下一步咯，即係再廣泛諮詢咯，都係講翻嗰句咯嚇。阿李生點睇？呢個。工會法咧，其實最終個目標就係為咗公平，兩個你起碼一個公平嘅原則下，大家去商討佢嘅一切條款。咁如果你話好似頭先我哋所討論到，係咪真係要咁迫切去即時有呢個工會法，先至可以令到澳門嘅發展？同埋未有事發生之前，我哋去立咗啦。咁但係當然真係有事發生咗之後，但係你立得粗疏嘅時候，反而對一啲勞工佢更加係一個損失嚟。所以我係一直都係講話，要立法係一定嘅。問題你唔好太粗疏，佢定咗出嚟。但係呢個就可能轉啦。但係要傾啦，但係到而家都未傾喎，真係。但係傾咧嗱，我哋見到即係話立法會佢開咁多次嘅會，咁有冇一啲議題？好似阿滔哥你話齋。是不是政府真的應該要自己去提出這件事呢？你排到上個議程，總有一天我們會去搞定它，但是你不排上個議程，永遠都搞不定。因為據我現在了解，就社協都沒有談過這個問題，是不是何先生？即怎樣大家都說可能條文上面大家可以斟酌要平衡，但是真的沒談過，何先生是不是？那未談過表示什麼呢？表示根本上政府都不想談，都不想去公平。李生說過有工會法，勞資方面雙方通過個立法，去大家公平咁樣去維護呢個和諧社會。咁我唔知道政府點解唔中意傾，點解唔想立法？嗯，即係政府其實喺一啲類似呢啲勞工嘅法例上面，可能我睇到佢就真係都係唔積極，包括最低工資又好多啦，唔想係啦，係唔想，即係唔想係嘛？根本上唔想。所以。但你覺得個原因係乜嘢咧？即係其實嗱，經濟唔好嘅時候就可能係真係比較敏感啦。但係而家又經濟比較好噶咯喎，即係點解咧？我覺得就有部分議員對嗰個工會法存在一啲意見。嗯。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咁另外一個問題，我哋睇翻話我哋嘅立法會議員嗰個組成部分。咁我哋已知道間選同埋直選勞工界別嘅同埋商家界別嘅人數，所以往往。既然大部分商人都不希望這樣，那往往那些提議就是推死腹中。嗯，所以可能談的機會都沒有。或者我講簡單講啦，可能政府的官員個個都係好多都是商人，可能會驚著傷及他家族的利益、商家利益。所以其實現在就可能是現在何先生的想法就是其實現在大家可能商界的意見在這些主導了，所以就應到我們的即這些法律可能時時都未見真的有效討論，或者不要緊，我們在這裡我們還有袁先生的電話。袁先生你好。你好啊，主持。是袁先生，怎麼看這個問題？各位好。這樣我看工會法這個問題呢就有利有弊的。利在哪裡？弊在哪裡？我跟他分享一下。即是講俗一點，埋堆而已嘛。嗯。拿政府錢而已嘛。嗯，系咪先？但系咧，好个利处咧就好在咩咧？佢如果真系团结一致嘅话咧，嗯，系嘛？
佢為民服務嘅話咧，咁當然係好啦。嗯。咦，但係阿袁生想請教一下，頭先話可能係爭取資源嗰方面啦。其實有工會法之後，其實對工會嘅代表或者佢嘅構成咧，係有比較明確嘅規定喎。例如佢要係嗰個行業啊，各方面嘅嘢係比而家更加完善嘅喎。呢一方面其實你覺得點睇咧？其實咧，嗱，我講咧，贊成係有80% 噶啦，即係贊成工會法。咁啊，但係咧，不贊成嘅20% 喺邊度咧？係啊，請講。正所謂我講嘅利嘅問題，弊嘅問題啦。嗯。就係剛才講咗，你埋咗堆啊嘛，咁樣佢係咪真係做到呢啲嘢出嚟咧？咁我而家目前有眼睇噶啦，咩會乜嘢會乜嘢會，究竟咧啊嗰啲資源佢攞咗去啦，但係真正起到咩作用咧？起唔到作用嘅根本就係咪先？咁你覺得點樣先至起到作用咧？如果係袁生，你覺得完善佢，嗯，即係個法例佢先，法例完善，要完善咗個法例先。你講係工會啊，法還是其他嘅法律各方面啊？工會法咯，工會法，但係而家未立喎，即係而家未傾到喎。你講真啦，你好似而家咁樣，我哋依家人哋誤解你為一個政府就係、是、雖然係高度自治，嗱、我琴晚講過就係高度自治啦。好似睇落人哋嘅感覺咧，就自民不自官嘅。點解啊？例如我俾個例你睇下，啊自民咧架車牌歪少少都要差牌嘅，你指得好犀利嘅依家佢又，啊但係、那個啊！民政總署咧，嗰四個嘢咧，係、繼續翻緊工啊！即係你覺得即係對官員嘅監督上邊咧，唔夠個問責方面唔夠足夠啊！唔直頭唔存在添啊！咁知唔知啊？呢個可能係睇落咧，整個政府咧好似好獨裁咁樣，好似個政治獨裁家咁樣。人哋嘅感覺好易俾人哋誤會你啦。明白。但係如果你成立咗一個工會之後咧。我要發起全體，組織起全體，將佢中立起個意見。每個工立會始終佢有佢自己嘅本身嘅代表，尤其咧可以改善我哋而家所有嘅，包括係物價膨脹啊呢啲最新嘅問題嚟㗎啦。尤其係樓價嘅問題啦。而家我哋10万火膠係乜嘢咧？你人工30万人工都冇用㗎。啲人都冇辦法供起樓。唔緊要啊，袁生，我哋講翻今日嘅議題，但我想有樣嘢想請教。我哋而家講翻個議題就話咧，我哋要成立工會，我哋要團結，要揾出我哋澳門嘅原因，我哋要向政府反映。其實你都認同政府嘅施政，即係只要入邊嘅具體法例係做得完善嘅話，其實你覺得工會法係有助，即係係利多於弊嘅。咁啊，利係多於弊，我承認嘅。但係呢個一定要有健全嘅法律嘅基礎上，明白啊，先可以去呢個。健全的法例包括公帑方面公帑的使用個開支啦，利唔利市民咧？呢個係最關鍵的問題，係咪真係幫？ Okay. 即係咪幫到啲窮人咧？就幫到啲青年人咧？上車咧？嗱，呢個問題咧係有待深思嘅。OK， 多謝曬。今日講到呢度先咯。多謝曬袁生嘅電話。咁我哋仲有阿鄧生嘅電話㗎。鄧生你好。你好。喂，鄧生。政府喺度揀啊，唔望有工會啦，有工會。點解啊？你影響佢政府，影響嗰班。嗰三大家族嗰三個土皇帝啊，嗰班部分誒奸商啊，部分嘅佢收入啊，嗰啲人就騎喺人喺市民嘅頭上喎。即係鄧生係支持工會法嘅係嘛？啊，梗係啦。你覺得即係有咗工會法會做到啲咩咧？有啊，工會法咧就梗係市工會就一向都梗係同政府對立嘅，就好似以前前朝政府咁。成日打壓啲工會，前朝政府冇得講啊，嗰個法西斯政府嚟嘅，一二三之前，成日壓制打壓啲工會。點解咧？嗰個政治以前嘅政治部，依家叫情報科，即係點解咧？一二三後佢就唔夠膽用政治部，佢冇咩政力改情報科啊！佢嘅三大家族啊，你影響佢好多利益㗎，你睇澳門街個兩林集團啊，同埋高官啊咁，你睇喺嗰個立法會，富貴議員多啊，還是草根階層多啊？佢影響佢話佢減啊，否決你啦。咦？但係鄧生，因為頭先幾位嘉賓都提到就話，其實應該由政府自己要俾啲壓力，政府主導去進行一個廣泛嘅諮詢討論啦。其實你認唔認同呢個方向咧？當然而家政府冇做啦。個政府咁啊，佢求證又話佢求完啊佢，而家有個好求證嘅
你有個黑子誒判官好求證嘅，佢政府就唔能夠作怪噶啦。你有幾香港有個廉記，澳門梗係廉記撐木梁牌嘅啫。係講咁多。OK， 咁鄧生多謝曬鄧生電話，鄧生可能就係都認同嘅，其實應該要立公會法啦，但可能喺應該要政府主導啊各方面啦，即係三位嘉賓對頭先兩位觀眾嘅意見有啲咩嘅睇法，或者阿關先生先。我睇都係廣泛喺翻嗰個社協嗰度咧，主導翻，即係尤其是你譬如勞方喺個社協嗰度提出多啲啲咁嘅有咁嘅迫切需要，然後先至可以帶到官方可以即係推行呢個立法或者去諮詢。如果正如講，大家都冇人提出，咁四度推出嚟都係，即係因為就係大家未得到共識啊嘛，啊，咁呢個係變咗會立得唔好咧，就真係會影響咗澳門嘅和諧噶嘛。但係關生真係想請教，其實即係零五年之後都已經提咗四次啦，即係議員個別去提啦。咁其實經濟環境到而家就真係越嚟越好啊。理論上就政府應該要承擔咗呢個責任，即係即使點樣都好啦，民間或者各方面議員都提咗好多次。其實點解政府一直都唔啟動？其實而家都係一個經濟環境比較好，應該要去做嘅咯喎。呢方面你覺得係咪政府要盡快，或者好似阿李生，我至少擺入個表度。當然啦，正如點解每一次即係會係臨埋尾先提出？其實應該係咪提即係喺個新嘅會期嚟提出？得到廣泛諮詢，咁先諗咯。但係今次就係議員提㗎，咁啊當然大家有各自解讀啦，喺呢喺咁遲先提啦。咁但係譬如如果講真係要去提，係咪政府提幾時提都應該要提啦？咁樣係咪？我覺得都係喺翻個社協嗰度討論咗先。即係先喺社協帶，即係帶動咗個討論咗個問題癥結所在喺邊度，同埋你工會法係寫啲乜嘢法律落去咧？大家有啲咩訴求咧？係咪淨係保障工人咧？或者係咪佢嗰個點樣保障嗰到時個工會領袖啊，有個談判權啊，談判空間啊，係咪點樣去更加要去表達呢個訴求咧？咁咯，係我諗喺依方面要多多討論。所以可能即不過社協而家都未傾下，咁即係要去交去社協去傾下。其實李生係咪都係認同呢個方向？其實你調翻轉頭睇，咁點解政府唔敢立法咧？係佢個問題喺邊度咧？癥結喺邊度咧？你睇翻我哋以前澳門咧，即係喺一個經濟比較環境差嘅時代嘅時候。有好多工人啊，上街遊行示威抗議啊，甚至乎係工會出嚟啊，去爭取權益嘅時間，呢啲係令到我哋特區政府當日啦嚇，會有一個幾深刻嘅印象，佢哋好恐懼再有呢啲出現。但係喺呢個經濟環境高飛嘅時間，同時佢哋亦都係諗翻舊時嘅嘢。咁現時所謂係咪真係一直係一定要立呢一個工會法？咁我哋都係認同嘅。問題係喺立法嘅同時，點樣能夠去平衡雙方？唔係做一個好激嘅活動，一定要和諧社會。你保障到澳門嘅和諧，我哋先有辦法去發展嘅。但係而家喺個工會法就係討論嘅階段咧，就已經去到一個咁激進嘅啦。一個就係話一腳兩刃刀，有啲話一個唔係好事，一個就係話洪水猛獸。咁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咧，大家已經係一個對立面咧，係好難再發展落去。我相信如果有機會嘅，真係好似阿何生話齋，喂，大家係咪一個好大嘅空間，我哋可以坐低嚟慢慢傾。立法係必須嘅，但係係咪真係即刻要搞咧？咁咪真係要諗諗。不過其實頭先都講到一啲矛盾，可能有咗工會法之外，可能就係有個更好嘅機制去預先咧，去即係大家協調啊各方面，其實可能真係有助化解矛盾嘅，咪何生？其實頭先李生。講呢樣嘢咧，咁其實就全世界工人同埋商人咧，喺某個程度咧都係有一定嘅對立面。其實關鍵就話政府係點樣做一個橋梁，去協調勞資關係。咁其實咧，嗰個橋梁亦需要好多設施。比如講，嗰個社會協調啦，勞資法啦。包括工會法，我哋好多設施，要好多設施嘅。係一條路你修得幾靚，如果你冇紅綠燈嘅話，就亂㗎啦，亂㗎啦。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歸根結底就話喺澳門政府根本上就係唔想立法。你無論你去邊度傾都好，你都有個作，你呢個有個樣，有個行動，我就見唔到呢個行動。見唔到有行動，其實後面就好難傾喎。因為頭先李生都講，大家如果呢個可能係工會攞出嚟嘅，或者即係
工會議員拿出嚟嘅，其實可能佢就會覺得係咪即係有啲偏見或者點都好啦，有色眼鏡啦。咁但係其實如果政府唔攞出嚟咧，這個真係好難傾喎。嗱，其實邊個攞出嚟冇問題。你勞工議員攞出嚟，你商家議員攞出嚟冇問題。問題就話你政府你個角色係乜嘢？你政府就係一個協調，就係一個橋梁。你點樣通過立法去協調佢哋之間嘅分歧？其實最重要係呢樣嘢。明白。OK， 咁我哋呢度咧，我哋有招生嘅電話噶。招生你好。係你好，你好啊。咁主持人好，兩咁多位嘉賓咯。咁我想講，其實今次呢個工會法其實都唔係第一次被摟。係啦。其實真係第四次被摟。零六年之後第四次啦。係啊，好明顯，其實就根本。已經唔覺得唔已經唔係立法呢、這個呢、這個工會法嘅問題，已經係變咗。其實你可以睇，其實係可以望翻係立法會裡面嘅所投票嘅議員嘅問題。其實你睇到12票反對，4票棄權，8票贊成。咁你要睇其實邊啲人邊啲嘅議員反對咧？就係官委間選嚟反對。咁其實你可以睇到，其實而家本澳門嘅呢個立法會所有嘅有關勞工權益嘅法案，係特別難通過嘅。點解啊？你覺得？其實你真係你諗下，我哋澳門就係一個商家管理嘅政府，至少係主導啦。係啦，立法會係商界主導，商界主導。咁你加上你間選同埋。而家就準備又加兩席啦，咁啊每邊加兩席，咁你民選嘅永遠都唔過半數嘅喎。你點？就算你再好嘅法案，再為市民嘅法案，你永遠都過唔到嗰班間選同埋官委㗎。你冇嘢講啊！你公法你講咩都冇用。就算你好到真係全部為市民都好，你過唔到你都係冇用。所以我個人覺得，你首先要搞掂，首先就係。即係你覺得係立法會結構嗰度問題，係啦。不過都有嘢想請教，其實係咪真係直選就可以選到啲唔係資方嘅咧？嗱，呢個又真係值得同阿招生討論喎。係啦，其實呢度呢八票啫喎，有4票都係冇投嘅喎，喺直選入邊嘅12票。我覺得就係因為我哋起碼咁，如果咁，我當然喺呢度要呼籲下咧，澳門嘅市民啦，你要。憑良心投你自己一票，呢個啱嘅，係啦，真係你而家可以睇到，明顯睇到就首先你間選同埋官委，你係唔會幫你噶啦。間選嘅我要講咧，間選嘅勞工界議員係有投贊成票嘅，但係問題就係、是。我好明阿招生意思，其實即係可能而家議會結構實際上唔好理佢直選間選啦，議會結構商界為主導，咁會。即係勞工勞動勞工嘅權益各方面，其實係比較較為低。但係招生，我想請教一下啦。其實我都認同嘅，而家喺個議會入邊，確實係商界主動。無論你睇總之結構出嚟就係咁樣啦。咁但係我想請教咯，其實政府去提案咪得咯？勞動關係法其實某個程度即係商界都唔係好贊成啦。你大家睇到意見啦。咁但係政府提案其實某個程度嗰、那個。接受的情況，或者我哋推動，亦都講之前進行了廣泛的諮詢，其實是推到的喎。其實而家會唔會覺得工會法如果政府能夠承擔起呢個責任，其實亦都係可以去做呢？我覺得就係呢個就係前提咯，政府肯唔肯去幫你咯。即係但係你覺得而家係咪而家個政府就困難少少啦？我覺得就困難少少。而家以澳我哋嘅偉大嘅特首管住是較為困難推動呢樣嘢，因為佢都係較為睇，加上你諗下，我哋澳門係比較單一化少少嘅行業啦，咁啊賺錢咩都係靠嗰班商人啦，咁樣。但招生，我想請教，其實你個人應該係你支唔支持工會法㗎？我個人嚟講係支持嘅，即係你覺得支持嘅，但係只不過聽下頭先你講啦，可能就對而家個結構通過呢個工會法就冇信心，係真係冇乜信心對佢哋。明白明白 ，OK， 咁啊，多謝曬招生嘅電話先。咁啊，其實即係招生佢自己都睇落去，其實可能係支持嘅，只不過就係對一啲可能係而家商界為主導嘅立法會結構，其實佢就不表樂觀啦，至少喺個通過上面。其實即係幾位點睇呢啲問題咧？即係其實又唔可以話依個立法會個架構咧，就一定係商界嘅，其實都係嚟自各階層嘅，都係。咁其實即係
每一個法，我諗每一個議員佢都要對佢嘅選民負責。嗯。所以咧，我覺得依個又有啲會過濾咗咯。咁其實最主要而家，譬如而家勞動關係法點樣，可唔可以政府再喺一個加深完善嘅勞動關係法之中去完善咗佢先，然後再下一步點樣去再去整個工會法？其實而家勞動關係法同工會法個差異喺邊度咧？而家佢哋爭取要係乜嘢？喺邊方面咧？咁其實可以攞出嚟討論啊嘛。嗯。啊，咁點去完善佢喺勞動啊？正如好多時好多商界嘅朋友話：，入侵勞工局實衰噶啦，因為嗰度叫勞工局啊嘛。嗯。即係一定係企喺勞工嗰邊。咁我就唔係咁睇嘅，係咪啊？咁當然其實係政府都係把持一個中立嘅原則嘅。如果即係佢都係依法辦事啦。依法辦事，冇勞何來有商？冇商何來有工咧？一定其實係即係三者係緊扣嘅。即係有人有錢做生意。冇工人嘅幫手，其實缺一不可嘅。其實依啲大家又唔需要睇到太，即係呢件事睇到太灰。其實我覺得每一樣都有個空間，係點樣去即係大家開個大門，即係我需要啲乜嘢咧？咁大家攞出嚟探討咗先啦。如果唔係咧，一講出嚟，大家都係驚嘅。明白。咁或者咧，翻到嚟澳門開港嘅現場㗎。咁我哋今日咧就會同大家探討有關工會法啦，四預啊喺立法會四預劃鐵路嘅問題㗎。咁頭先講開，其實有關工會法嘅相關話題，都想聽下李生啦。其實即係而家工會法嗰個具體，觀眾朋友或者你哋都提到，其實可能政府主導應該就係最合適嘅，亦都要一個可能大家傾清楚啦。否則嘅話，而家就純粹就係可能某一啲界別嘅議員提案，大家都好似對呢個法案好驚喎，心都寒喎，係咪真係咁樣咧？首先我哋討論翻咧，就係話現時嘅社會嘅認知咧，就係一講到呢樣嘢咧，就首先講咗啲議員嘅投票先。咁啊有八票係贊成，有十二票反對，咁已經係入咗另外一個局㗎啦。咁已經入咗另外一個局。咁其實大家有冇去深入再睇睇嗰十二票裏面，佢話反對呢十二票，咁佢係咪就站咗一個我完全反對嘅立場？去投呢個反對票咧？定係好似我哋所知道阿劉永成啊、阿蕭志偉啊，佢哋都話明，唔係唔立呢個法，係唔能夠好粗疏咁，同埋喺呢一個咁短嘅時間裏面。去定立呢個法案，喺呢一期嘅立法會裏面過。其實大家議員咧，好似阿關生話齋，佢大家都有自己嘅選票，亦都有自己嘅選民，佢亦都向佢嘅選民要負責任嘅。咁唔能夠將佢已經係定性咗為一個一定係勞資雙方對立面嘅。總之你係資方，我一定反對，或者一定係勞方，我又反對，唔係咁嘅。人哋係我哋大家都係去理解一件事。實你如果將對方已經係定立咗一個位，喂，佢係生意佬。咁啊，勞方一定係唔啱噶啦，咁就冇得傾落去。但係我哋希望係話喺呢一段期間，點樣將呢個法例嘅完善同埋大家可以商討到，互相都唔好做咗對立面先。做好曬大家權利義務啦。係啦，咁你先去做嘢。但係唔係而家一開始就係、是、政府唔做嘢，大家都唔好嘅。一出嚟就商人唔好嘅，或者一出嚟就勞工界會搞嘢嘅，咁已經好惡傾噶啦。所以大家都希望用一個和諧啲嘅方式去討論呢啲事件。所以政府真係其實政府最重要係佢嘅角度咧，佢嘅出發點同埋佢討論嘅方式，點樣去將我哋勞資雙方嘅拉埋一齊，大家傾偈。明白，何生點睇咧？我都贊成啊，李生佢點樣去大家坐落嚟。咁揾一個尋找一個大家個可以接受嘅點，咁但係講翻轉頭，都要係政府要指導，要有個動作先得。如果否則嘅話咧，其實都係空講啫。嗯，冇得傾嘅。咁同埋我覺得商人方面咧，你其實工人同埋商家。係維持呢個公司一個好重要嘅嗰個整體。咁我相信其實好多澳門嘅商人都好重視澳門嘅福利。澳門工人嘅福利，佢旗下工人嘅福利，因為佢知道工人就係佢賺錢嘅。其實一個和諧嘅勞資關係，其實對大家都有好處嘅。咁所以聰明嘅有遠見嘅商人咧，通常咧都會好完善嘅入職。做好多合約，咁其實呢個其實同所謂個法，即係話個公司個法係其實大同小異嘅啫。咁我希望大家無論商家又好，工人又好，咁我哋都保障一種叫做規矩，有規有矩，有權利又有義務啦。總之係啦，嗰種心態去睇呢樣嘢問題。OK， 得 OK， 我哋接到咧李生嘅電話㗎，李生你好。
大家好。系李生点睇？我个角度咧就今晚就比较少人睇啲咧，就系而家我哋澳门咧就系嗰个工种咧，最主要都系全部都系呢个服务性行业啊。嗯。咁同埋亦都因為服務性行業咧係即係非一個叫生產型嘅行業啦，同埋係非技術性咯，變咗佢呢種工種咧係好容易俾人替代嘅。嗱，我算那算啊，你過到呢個工會法咧，就呢個工會法都未必一定為呢個工人爭取到咩權益，因為你點解咧？講真啦，你唔會同個飯碗鬥氣嘅。嗯。啱唔啱啊？即係譬如話咧，嗱嗰啲大機構咧，而家啲咁嘅外資啊，或者大機構咧，佢請好多啲 CEO 咧翻嚟做乜嘢？佢呢啲係專才嚟嘅，係點樣利用任何嘅空間咧去壓榨最高嘅利潤啊嘛？包括喺工人身上，各方面嗰啲咁嘅分配咧，即係資源分配或者一啲咁嘅財嗰、那個。總之係賺錢高手啦。賺錢高手啦嚇，嗰類咧，你係唔夠佢算嘅，加上咧。之所以四次過唔到咧，嗱，你睇我哋嗰啲人大政協咧，有全部都係大商家佔咗大多數。嗯。咁啊，人大政協已經都唔能夠代表我哋啦。咁喺立法會間選、直選同埋呢個官委嗰、那個比例，就算直選過曬間選都直選都可以冚低你，就算平衡都好，呢、這個立法會主席一錘定音。即係呢啲咁嘅所謂議會狀態底下咧，咁要通過或者就算通過咗咧，同埋呢個咁嘅澳門呢個咁嘅社會形態底下咧，加上即係有位聽眾觀眾都講話，我哋嘅所謂嗰啲咁多產業嘅嗰、那個利益咧，全部都係由呢咦？但係李生斷曬咯，介唔介意同我即係同我交流一下？我想請教一下，頭先你講咧，其實就係大家都知道嘅喺個實際嘅勞動關係上面咧，個別嘅員工對住老細，其實佢始終都係一個弱勢嚟嘅。係啊，冇即係保住個飯碗。你唔使嗱，我大家睇香港呢、這個貨運碼頭就知㗎啦。你睇佢嘅結果咧，咁大家就會知道發生咩事㗎啦。呢個係個我係屋而家呢個香港呢個公運係澳門，你俾呢個工會法咧係一個好好嘅寫照嚟嘅，一個好好嘅一個教材，所以希望大家留意下香港最近發生。但李生，我就想請教呢件事，就話其實個別嘅員工咧，你如果你冇工會法嘅保護嘅話咧，其實你個別嘅員工好難真係去同一啲老細 bargain 嘅喎。咁所以而家有工會法，其實可能就係、是、大家你喪失咗一樣嘢。嗯。因為我之前講咧，因為你嘅工作好易俾人代替。就算你嘅工會法立咗，澳門有好多外勞，你係咪同佢爭取埋？嗯。你就係因為你嘅工作好多外勞可以代替咗，冇嘢噶，你可以罷工啊，咁你咪去罷咯。我係唔睬你啊，我可以即刻揾人代替你。咁你話啦，邊個？不過李生，你講呢樣嘢其實工會法或者有咗工會法之後，或者嘅工會咧，其實佢哋都應該爭取翻保障本地勞工嘅權利啦。最關鍵就係我哋嘅行業唔係一個生產型行業。明白 ，OK， 咁啊。李生，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好嘛？好，咁我哋仲有歐陽生電話，歐陽生你好。啊，你好啊，各位。係點睇？幾位麻煩快少少，歐陽生係請講。好好，唔該。嗯。咁咧，關於入立個工會法咧，咁肯定係好嘅，對工人階級，對工人階級好啊嚇。嗯。呢啲肯定嘅，無可厚非噶啦。嗯。但係有冇咁嘅咁理想咧？咁啊，根本上我哋啲工人階級低下市民咧，簡直係發緊春秋大夢。嗯。你擔心啲咩啊？你係嘛？你擔心啲咩啊？嗯，依家嘅社會咧就官商勾結、官商合體、貧富懸殊，有乜可能個利益會俾你啲啊？依家嘅政府基本又講權力，唔係同你講乜嘢。依家唔係無產階級執政，依家係資產階級以及權貴嘅執政。大家社會咧要明白，所以就算係收一個法俾你，你哋做；收個法俾你冇用。啊，個法就等一個劇本。啊，啲劇本邊個編㗎？就係法務司啊嘛，個法務司長佢哋去搞噶嘛，俾啲難法俾你有乜用啊？係冇用噶嘛，係嘛？毛澤東啊講得啱啊，係嘛？啊，成吉思汗啊，彎弓射大雕，係嘛？蘇漢風雲人物咧，還漢今朝你聽我講埋，係咪先？嗯。咁咧，依家咧，我知道司法能否獨立咧，就還漢今朝。O K。再現實，我講咗十個無地門啦，明白嗎 ？O K。得，咁歐陽生，你覺得工會法有冇啲其他意見？OK， 咁啊唔緊要啦，或者我哋三位可以即係作為總結嗰個討論啦，即係對而家嘅工會法，我哋應該要即係雖然而家過唔到啦，但我哋應該下一步或者應該政府應該點做咧？都係講翻嗰句咯，喺社會常設委員會度廣泛討論。咁其實而家好多朋友話其實而家調翻轉啦，澳門咧係其實係事求人嘅，
即係好多其實而家商界又好，其實中小微企都好，其實真係請唔到工人。咁我覺得由依度又唔好咁灰，又話一定係邊個會幫邊個。其實我覺得係廣泛討論和諧社會，澳門先至有個共贏局面咯。如果你唔去大家討論咧，就永遠即係擺埋個心度咧，就嗰個矛盾越嚟越深。咁其實都係同意政府其實要逐步將件事去深化，至少擺張議程表，逐步逐步深化佢，然後逐步再去傾，然後點樣去將呢個事去圓滿解決佢咯。有啲嘢始終都要面對，係一定要面對嘅。李生點睇？其實首先同各位市民講啦，就唔好抱咗一個咁失望嘅態度去觀望呢件事件先。其實我哋嘅國家同埋澳門咧係不斷喺度發展緊嘅，大家係有目共睹嘅。我哋嘅祖國建立咗之後咧，你睇下佢嘅機制同埋佢嘅我哋所謂市民嘅權利，一路都喺度改變緊嘅。一路向嘅，當然我哋唔能夠喺澳門一個小地方，我今日就要聽日即刻變曬所有嘢。但係我哋嘅國家係一路喺度變緊，澳門亦都係與時並進緊嘅。但係你話係咪喺一個咁短嘅時間，我就即刻要立條法例立得好清晰咧？咁可能係有一定嘅困難，但係呢個步伐，我哋喺度走緊，應該係前途係光明嘅。明白，何生點睇？我仍然認同阿關生嘅意見咯。我哋要和諧。咁我哋要坐落嚟傾，咁坐落嚟傾揾咩人傾咧？咁當然，如果工會有工會法，能夠有一個引導通過工會法引導工會走上一個正軌，協調政府去施政，去共建嗰個和諧。當然，工會亦可以個代表亦可以參與討論關於比如講澳門社會需要外勞啦。咁工會唔一定話一到站啊唔得啊，一定要工人啦，一定要本地人啦。咁我相信亦唔會咁樣，係嘛？咁同樣係會為呢個社會去逐啲大家啲意見。OK， 咁啊確實啦，工會法咧係關乎咧勞資官三方去點樣睇呢個法律。咁啊點樣構建呢個和諧社會咧，需要我哋三方同埋市民大家共同去努力噶。咁我哋聽日咧就會同大家探討有關啦社屋申請協票嘅問題噶。聽日再同大家澳門開講。Flexibility causes grief, always trying to be cheap.